鼓起勇气出门了。搞了一个蛮好玩的东西，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种，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就是我买了一个 food box， 就是它一个盒子里面装有所有的那个食材，然后都帮你分好切好，像这样子一袋一袋的，就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做出一道菜，就是它给的 recipe。 这个牛排我今天本来想做的，因为我特别想吃牛排，但是它给我的东西给错了，所以它又送了我一个 credit，这个就今天就没有了，所以我决定今天做一下这个猪排。他就正面说了一下他的 ingredient， 背面就说了一下他的步骤，我就想试试看做出来到底能不能长成这个图片上面的样子。你们记好了，要做出来不长成这样的话，它就是骗子。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第一步是要煮一下它的米，我看一下，先把这些东西都掏出来吧。国菜吗？这是八菜，上海青。然后这是它的一袋米，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醋，两颗蒜，然后一个葱。就先煮一下这个米。White rice， 这个米长得好不 white， 他明明说他是 white， 有。洗了这么多店，你们不要再说我不洗米了啊！我是真的会洗米的。这里面说这个米要放一杯水，因为我不是很会用锅煮饭，所以我决定要严格的按照它上面的指示。好，就这样吧。来读一下说明吧，上面是说加了水以后，哦，还要加点盐，然后就把它煮开，煮开以后小火煮个17到20分钟就好了，蛮快就煮开了耶。把它关小火，哎，多小是小，这样吧，然后盖上，先煮个17分钟。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拧这个变快了？熟悉了就是厉害。现在煮17分钟，再看看是个什么感觉。趁着煮饭的份儿来切一切。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洗过的，所以我就不洗了。而且这边一般卖的这种叶子都是洗过的，我觉得我就在自我安慰。不管，我不管，我就是不洗。
然后这个把它切碎，一会儿要扔到那个饭里面。哎呦妈呀，就有点混乱这个局面。没，不要慌，不要慌，控制住。然后这些葱啊蒜啊的都要切一切，切切碎。我要哭了，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事情那么难了，既然你在明了，也难了，也难了，我要哭了。我妈呀！哦，我觉得我应该带副泳镜来接这个。哦，哇，太爽了！他给我的这个培根巨肥，你们看一下这上面有多少的肥肉呀，天哪。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拿来做蘸酱的，所以特地选了肥的吧。为了能够复制它的效果，我就不把它换成瘦的，用这个看看。但是他那个食谱上面说要放油去煎这个培根，我觉得需要，所以我就打算一会直接让这个培根出油吧。哎呀，万一做出来跟它不像怎么办？算了，我还是严格按照它说的去做吧。它上面说煮完那个17分钟以后还要离火盖着5分钟，所以我现在已经盖了5分钟了，现在就已经可以打开了。然后把这个东西放进去，这个东西。这个 spinach， 还有这个是他给的那些粉，大概要加1/3，三分之一是多少？再加一点，他加少了没有味道。灵魂多加点，还有一点盐，不用。来啊，搅一搅。按理说它这么嚼着嚼着菠菜就会熟。哎，煮的还挺好的耶， so proud of myself， 开心熟了吧，这个米应该是。然后放在中间这个保温，这个让它一直保温着。现在开始做它那个培根的 sauce，还是依照他的建议加，哎呦 ，drizzle， 这应该算 drizzle 吧，加点油，然后把培根倒下去，开个火，就这么煎，煎到它焦黄为止，这个应该要蛮久的。然后
然后往里面放入这个葱葱，还有一半的蒜，炒到这个葱变成透明的。哦，好香哦。嗯，应该差不多了。然后这个倒入一半。这个培根，还有 vinegar， 这个是醋，食盐。然后这个刚才不知道是什么的，这个其实是 maple syrup， 枫糖浆。对，这个 sauce 煮出来应该是一个甜味的，拌一拌，最后再加点水。然后就让它慢慢煮，煮到这个水蒸发掉差不多为止。来弄一下这个猪肉。这肉看起来好好，把剩下的这个涂上。上面说每3到5分钟翻一面，现在已经3分钟了，我觉得有点翻，因为火大了点，哈哈哈，好难看的一个圈圈啊！我好像是理应就是应该会变成 brown 的，对，还行，搓着挺硬的，应该是好的，就把它弄出来。一会切一下，剩下的这个油直接把这个蒜弄进去。放入 butter， 我刚才剩下来的这一点也全都加进去，再加点盐，这个培根好好吃啊，这个汁甜甜的，有一丢丢的酸味，天哪，做出来真是又好看又好吃呢。这个米也好有嚼头，我感觉什么东西都好好吃啊。哦，单吃这个也好好吃，开心。
Make no mistake, this isn't a song for you. Just a collection of words to write before I fall asleep. The choices I make are all I'm afraid to lose. Try to forget the empty promises I keep. Cause to me we're the right time, right place, wrong decision. Sometimes you decide to know the things you can't believe. We lay here with our eyes closed, old souls begging forgiveness. The light of the sun will come take you away from me. No mistake, it's not that I trusted you, it's that I put my fragile heart into your hand. And there you were, a rebel inside yourself, a shadow of loss, a sight in the light that I can't stand. Hello， 大家早安啊。这什么东西哦？这是室友的玩具，踢掉。OK， 大家早安。今天来早餐做一个我很喜欢吃的 omelette。我最近好像发现我沉迷于培根跟蘑菇的这个搭配，还有鸡蛋，哇，简直是绝配。反正今天这个就是今天要用到的一些原材料，我纠结了很久才决定只用一片培根，不用两片培根。哎，希望这样子能够少一点油脂吧。其实悄悄告诉你们听，其实不是为了少一点油脂，是因为我怕放两片培根太多了放不下，鸡蛋做出来不好看。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食材，看起来还蛮健康的哟，就是除了这个培根以外。好，那来切一切它们吧。看理想，看见另一种可能。不保证成功，一定有用。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恐怖袭击世界。这也太老了吧。天哪，你有没有觉得我刀法现在已经精进了不少？哇，我都为自己感到无比的自豪。我觉得我的 vlog 就是我做饭成长的过程。这真是一个抢镜的室友呢。培根好少哦，好不满足。哇，这个颜色真好看。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做 omelette， 可以说是非常失败。按理说它不应该煎焦的，而且我已经煎裂了。唉，人生总是要有第一次，以后就好了，以后就好了。唉，这玩意儿拍都不好看，但是我希望它是好吃的。我希望它是好吃的。嗯，是好吃的，反正鸡蛋培根蘑菇怎么都错不了。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在看这个《长安十二时辰》，巨好看。没有看过的朋友们赶紧去看一下，听说也要出电视剧了，是那个谁谁谁和谁谁谁谁演的。对，我还以为我数名字数错了，非常非常好看。哎，我跟你们说，我这个东西虽然它丑，但是它真的很好吃，真的。在美食面前，颜值算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在给我自己做丑开脱。你们有看到我这个粉粉的桌布了吗？给你们炫耀一下。哦，粉粉的桌布，还有这个远处的那个粉粉的凤梨，还有我这个粉粉的，哎，不算粉色的饮料。我觉得可能是我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就开始有点喜欢粉红色了。我这辈子都没有喜欢过粉红色的。哎，好可怕。我可以明显感觉到我家里粉红色的东西增多了。有人喜欢粉红色吗？一会儿我要带你们去吃一个甜甜圈，也是粉红色的。我之前有别人带给我吃过，巨好吃，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甜甜圈，所以我今天决定一定要自己再去吃一遍，顺便买一堆回来囤着，不囤着应该不好吃。Anyway， 一会带你们去吃。今天穿这样，背了一个帆布包，下面是白色的裤子，哒哒。刚才这样穿出门的时候有一丢丢的冷，不过感觉中午应该会变热一点点，所以不怕，加油。那我现在就鼓起勇气出门了。Can I get the try the chill? Yeah, you can. And one coffee, please. That'll be 1667. Can I get your name? Victoria, please. One day in one.
One day out on top, then you're down. The highs and the lows keep swirling. Walk these streets like you're beat, then rise up to meet the break that you need. It's coming. Just hold on. Hold on, yeah. Lift your eyes off the ground. You've only begun. Rising up through the clouds. No, never give up. Climb on, climb. New York back to LA. It's so hard to stay and rest in one place. Yeah, but I see what you don't, will where you won't, so don't dare let go. Just hold on. Hold on, yeah. 因为我那个辣的那种都是炒，我觉得应该不用吧，不用，这个煮开就行了。这个番茄寿司干嘛会有油的？你吃过海底捞番茄汤？我好像吃过，好像可以。哎，你怎么说啥？你别跟他说话，你别跟他说话，你跟他说话他就那个，他就不会自己挖了。哦，它是有辣的。可是我觉得冬天抱着它好暖和呀。对啊，我经常强迫它跟我一起睡觉。它会乖乖的睡？不会。就开始睡一半跑下去吗？没有，它不会跑下去，它不会跳。嗯。就一直在那里跳，在床上跳。白一点。哦，所以海底捞的番茄汤是辣的。嗯，应该不会太辣吧。完成，这就是所有的吃的东西。羊肉卷，为什么羊肉卷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菠菜，然后蘑菇，还有这个是油果，哎，油豆腐，然后豆腐，我最爱的红肠，还有这个是鱼豆腐，还有这个蟹棒，还有一碗虾，然后这边是火锅，那就开吃啦。但是我觉得这个羊肉应该是炒，肉挺宽的。为什么一开始就好像、啊、就他们在美国，他是大儿子，就好像已经到了一个中间的地方了。就是他大儿子，他妈去世了，他老大呀，他是大儿子，就是智商很挺高，斯坦福毕业，清华毕业，斯坦福毕业，然后但是就是可能就真的情商低，不傻了，哎，就属于愚孝，你知道吗？我真是愚孝，看的是其他人。然后故事就发生在他回去机构，就是他们一家三兄妹的故事。One, two, It's four in the afternoon.I'm quite home, awaiting you. Fall in love with me, baby. Fall in love with me, baby, now. For the cold of evening comes, moving the cards around. Fall in love with me, baby.
5 in the afternoon. There's no one here, my heart in tune. Please fall in love with me, baby. Fall in love with me, baby. Now, when to get close again, putting my trust in you. You are like magic.